这程家是什么人家呢？那可是吴县的第一大户。这程老爷又是什么人呢？那可是程家的当家人。哎，红姐，我家闺女今年刚十七，长得可水灵了。哎，我家姑娘也还没嫁呢。哎，别急别急，是我。这程家的门要是那么容易进，好，也用不着我红姐出马了呀。大户人家娶亲可有大户人家的规矩，要讲究生辰八字，人家可是请了大师算过的，讲究得很，差一个都嫁不进门。红姐，我闺女八字好着呢，生下来就是富贵命。年干丁未，干支丁未，日干人寅，己亥出生，差一点儿都不行。各位选不上也别灰心，都帮红姐打听打听，这好处程家少不了的啊。红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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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，我听说你正在给程家说媒呢。啊？怎么着？哎，我们家闺女也没嫁呀，正合适啊。你闺女？啊，我见过，人长得倒是挺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但你们家这个情况，不是红姐，你这，红姐啊，我家呢是配不上人家程家，不过我女儿的生辰八字正合适吗？你说说你闺女的生辰八字。我闺女年方二十，属羊的，年干丁未，干支丁未，日干人寅，乙亥出生，还真对得上啊！就是啊，这生辰八字倒是对上了，可要让人家知道我给你阮家说了这门亲事，那吴县还有谁敢找我说媒呀？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哎，不是，红姐，你这……哎，哎，不是，我是我，我女儿是我女儿嘛。这，哎，红姐，现在我女儿正在她城市查房做事呢。这，再说了，那程家少爷可是多次来过我们家呢。你闺女和程少爷认识？那是救命的交情。哦，那倒是好了。千真万确。爹，你怎么起来了？怎么不躺着好好休息啊？哎，闲不住啊。爹，爹，其实您大可不必出去走茶，您自己的身子骨累垮了不说，他们还责怪您，我替您不值。儿子，程家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向来是传长传嫡，程家早晚会落到你的手里，若是有一天爹不在了，爹，你该如何，程家又该如何？主事人是一份责任，是家族血脉的凝聚，是我们城市茶行世世代代的心血。走茶不是为了一时的利益，而是为了一品民风的传承。爹的这些心思别人未必懂，但你一定要懂。金墨，你来。爹，一门心衰讲的是忠孝兼任，血脉同心，主事人当思长远识大局，这才不至于日暮途穷，家族没落。爹今天跟你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？锦墨记住了。
爹，我知道您想说什么。从前是景墨年纪小不懂事，娘走得早，爹这些年一个人过得很辛苦。那算命的虽然是胡说八道，但是景墨也是真的希望能够有个人来好好照顾爹。你长大了，爹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景墨想告知你。景墨喜欢上了一个女孩，她单纯善良，和外面的姑娘都不一样。景墨想娶她。好啊，小子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出生的？哪家姑娘？若是门庭相仿，爹亲自上门给你提亲。她是西山茶园的采茶女，爹并不认识。不过爹，我们在儿时就曾见过一面。景墨呀，我们程家是吴县的第一大户，若是这门不当户不对，你知道你将迎来多少的闲言碎语。爹，您和娘真心相爱，当时也不顾家族的反对，执意娶娘进门，当时家里也说爹糊涂。可在景墨的印象中，爹和娘一直相亲相爱，相敬如宾。受您和娘的影响，景墨从小便羡慕这样的爱情。可如今景墨遇到了这样的爱情，爹却以门庭差距为由来拒绝景墨。景墨不懂。你娘走得早，她心地善良，却早早地走了。直到现在，爹都在深深的自责。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娘是突发顽疾，这是天意弄人，是爹也无法左右的事情。爹不要太自责，娘在天上要是看到爹这样，肯定会于心不忍的。人呢，也是生病的时候，也能想明白。什么都不比活着重要。感情之事呢，讲究情投意合。若是你二人互结同心，爹站在你这边。谢谢爹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行了，爹没什么事儿了，去为你娘祭扫去吧。那我去给娘祭扫去了。对了对了，爹这次走茶呢，在外面寻了几贴治寒症的膏药，你带回去，让燕青每日服热了给你贴上。哦，还有，你被绑之事，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谢谢爹。行了。回去吧，去吧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难不成让爹现在就去提亲？谢谢爹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回来的正好。来来来，秋水，坐下坐下。你看，爹，这么多菜，这是？今天可是个好日子，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。来，坐下坐下，坐下。来，哎，说，你哪来的钱？哎呀，听爹我慢慢跟你说。来来来，你先吃一口。来来来来来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有肉吃当然好了。你呀，以后就天天有肉吃了。爹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爹不瞒你说，
我给你定了一门亲事。什么？你先坐下，你先坐下，爹慢慢跟你说啊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来坐下。哎，爹，我事先没有跟你商量，我知道你脾气烈。爹，你是又想把我给卖了吧？哎，爹给你定的，可是咱们无限的大户人家，成家。成家。程少爷，程景墨，对呀、啊，这程家在咱们吴县那可是大户人家。爹是看你跟程少爷早就认识，爹觉得呢，你们这是缘分呢。程景墨，没想到你是真的。以后进了程家，再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你了。爹呢无所谓，我只是不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再跟着爹受这种委屈。哎，秋水啊，爹看得出来那程少爷是个好人，你嫁过去肯定不会受苦的。爹就是希望你们俩永远开开心心的过好日子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爹跟你说了这么多，我那厨房里还有一个菜呢，我给你端来啊。哎，你先吃啊。不仅人长得水灵，是又能干又贤惠，而且呀、啊，这生辰八字一个不差。这姑娘，我认识，从各方面都没得说，是挺不错的。哎呀，就是嘛，这可是天大的缘分呐！子庸啊，你说你倒贴了这么久，人家感恩吗？啊，不是我说你脱了这身警服，你什么都不是，连阮大成那样的偷鸡摸狗的人都瞧不上你呀、啊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，不就是看上人家姑娘了吗？我可告诉你，往后你再送多少东西，送多少粮食，不管用了，人家姑娘等不到你发财那天了，她呀要嫁人了。怎么可能？秋水跟谁嫁啊？瞧你这副德行，我看见你都替你害臊，感情啊人家没告诉你吧？吴县城市结阮氏上门之礼，即日上门，即开采礼单列后，金玉堂便簪一对，周家银楼手镯一副，周家银楼耳环一副，苏记绫罗坊绸缎20匹。这成家我还信不过吗？点什么点？您辛苦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您忙您的。您请您请，您慢走啊。这秋水许了个大户人家，这么大手笔的彩礼，大成啊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呀、啊！大成啊，好福气！哎、恭喜恭喜啊！同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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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好啊，你带着他们吃好喝好啊！哎，走走走，我们往里边走啊！哎。
爹，这是女儿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你笑得这么开心，是不是从今天起你就再也不是别人口中的贼了？程叔，子庸啊，我正要派人找你去呢，来来，进来坐，我来给你送米。哎呀，你看送什么米嘛？哎，你没看见吗？这家里东西这放的都搁不下了，进来坐。程叔，我店里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子庸。哎，子庸，哎，你看这孩子真是的。哎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。我想带你走，随便去哪儿都成。就是这么多年了，难道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明白。我喜欢你，我想要娶你的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你给我家送的米其实都不是剩的，对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明明知道我最讨厌别人献殷勤，最害怕欠人情，最不愿意接受别人无缘无故的好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因为你这样，所以我才不能告诉你，不然我知道你是断断不会接受我对你的好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不喜欢欠别人的，所以我把这块表从马六那里给你赎回来了。子庸哥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好，我会一直记在心里。谢谢你。就是你跟我走吧，虽然我现在穷，不愿说再见，但我愿意为你付出所有。会模糊双眼，我去做工，我不会让你跟程叔失控。演一场离别，空气中搁浅，画面被冻结，风久违的当年，倒转奔跑的昼夜，仿佛是昙花一现，匆忙的岁月带走的昨天。想要说我爱你，被吹散了一地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。子庸哥，时间带走回忆，我把自己再多说一句，就会让你重燃希望。多年后，索性就这样看着你走。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伤。
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，也许心它会有感应，多年后相遇。少爷，你新做的礼服送来了。太好看了，简直就像是为少爷量身定做的一样。你个木头脑袋，这本来就是我自己设计的，能不好看吗？少爷，听说今天嫁过来的姑娘和少爷年纪一般大，少爷穿得这么好看，别到时候她看上少爷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一身素衣怎么能和我爹的朱红色绣金礼服比呢？再说本少爷心中早就有人了。红姐，你辛苦了。大户新娘子妆好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家秋水长得真是水灵，一点也不像你。是啊，瞧瞧这身段，再配上这喜服，真是个妙人呐。这大户人家规矩多，以后你小心着点啊，莫要闹出笑话。哎，走吧。爹，娘虽然无情无义，但还是做了件好事，把这个留给了你。来，爹给你戴上。到了程家，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爹，以后我不在你身边，你可得照顾好自己，听到没有？你可不能再出去喝酒赌钱了。臭丫头，你出门了还要管我？快点走，你走了，爹就清静了。爹，你放心，女儿一定会幸福的。嗯。好好的啊。花就要到了，快走吧。
鞠躬，喜拜地，地成美，龙凤呈祥。三鞠躬，拜天地为媒，两相守，天长地久。二拜高堂，一鞠躬，一拜父母养育恩。二鞠躬，再拜父母恩泽厚。三鞠躬，愿高堂照耀永流芳。夫妻对拜，一鞠躬，相识相爱到永久。你怎么了？这声音，他不是程继母，是谁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先别着急。哎，大哥，小叔，喊大夫，快去叫人，快去喊大夫。大哥，你懂不懂啊？这盖头不能掀。快叫吴大夫啊！东升，爹，东升，爹，东升啊，爹，都散了，都散了，都散了。东升，东升。老爷走了。什么？东升。大哥，这个贪婪的女人为了攀附我们程家，篡改了生辰八字，克死了我们程家的主心骨。必须得严惩。咱们程家也有过这种例子，最后的惩罚可都是尽诛。说再见，伤会模糊双眼，就让爱演一场离别，空气中搁浅，画面被冻结，风就为的当年，倒转的昼夜，仿佛是昙花一现，匆忙的岁月带走的昨天，想要说我爱你，被吹散了一地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，也许心疼。
心，它会。